喜欢这里，非常喜欢这里的人们和这里现在飘来的臭臭的味道。知道这种味道在我们台湾叫什么吗？叫原住味道。所以呢，这首歌我仅代表买丁送给大家。神秘人物，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这里，瘦不了也要瘦的，但是没办法。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说话的。知道在娱乐圈混多了，慢慢的就忘记自己是哪里人了。我是哪里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台湾、香港、那边的吧。你是想说那嘎的？窗外飘过一阵晚风，吹得树摇动。望望窗外朵朵星辰，想起一个梦。为什么在梦中花草都朦胧？为什么梦醒了一切都无踪？晚风又轻轻地吹送，梦儿它已成空，只有默默地期待花谢花会开。彭丽媛，窗外飘过一阵晚风，就是美好妖艳的感觉，吹得树摇动。望望窗外朵朵星辰，想起一个梦。花谢花会开。
到美丽的武汉，谢谢，下次再见，我爱你们，都在。不能再见了。没有啊。刚才是那个导演要求的。其实有些戏很烂，但是你还是要演，没办法嘛，生活嘛。对啊，你碰上一个不好的导演，就像你碰上一个不好的总理一样嘛。好了好了，不谈敏感问题，不要谈那个我的敏感部位。但大家其实都爱他。知道，都想知道敏感部位嘛，是吧？而且大家都挺爱敏感部位的，但是我们不要说，不要说。你看，我们说什么你得去呢吗？你喜欢的这么这么有心的吗？什么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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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了，来了。